最后一道汤来喽！哎，那香的很，好，来，看着就好吃，开始吧，香的很。一勺啊啊，真厉害呀、啊！我这做的太丰盛，太丰盛了，好吃啊，好吃啊！哎，我哎，我说，你们大家就没觉得桌上少什么东西啊？啊，酒。哎，怎么不吃啊？一勺，你啥时候跟我结婚啊？我爸我妈已经知道咱俩的事儿了，他们不同意，说你太老，咱们年龄差距又大，你又是个厨子，天生被忽悠的料。我一勺可不是一般的厨子，我得过奖了。要不这样，我去跟你爸你妈说。没用，说了，他们说拿了奖也是被忽悠的料。哎呀，行了，只要你跟我结婚，我有办法。干一个，杨洋，干一个，干一个。胡大哥，喝喝不？太好喝了，这就是天然矿泉水啊！啥矿泉水？这是嫩的细菌水。真的呀，这是新的玉锅子，还是墨锅，都是他的洗脚水。侯德宝，你干什么呀你啊？我这不还是喝下去了吗？来来来，吃饭。这是蚂蚱吧？啊，这能吃吗？当然能吃了，不仅能吃，而且非常好吃，营养非常丰富。哎，就拿咱们这一桌菜来讲吧。在城里得多少钱呢？我跟你讲，这全是绿色食品。吃吧，放心，你干我。为了咱们能早一点走出森林，咱把这洗脚水干了。干干干干干干！那我还是先喝了吧。来来来，吃。我和他们从素不相识，到以水代酒，我不知道这意味着什么。只能说短暂的快乐让大家一直紧绷的心有了片刻的休憩。不过我想，这宁静不会维持太久。这帮家伙，表面上嘻嘻哈哈，一个个吃得高高兴兴。心里不知道想啥玩意儿，看这意思不想走了。不行，我可不能跟着他们，我得走。我不能在这待着，不能在这待着。要是这一路上就这么吃吃喝喝出去，我恨不得把全村人带去种地，哎，带劲得很。这一路下来，我累死累活的伺候他们，后面的路还长。希望你们都能有良心，念着我的好，把我顺利的带出这片森林。我真后悔把布丁一个人留在家里，要是布丁在该多好啊！我真是太想他了。如果我们是在度假，只是在野外体验生活，那该多美啊！你说，要是那个孕妇，老胡。哎，刀龙在就好了啊。嗯，是啊，现在也不知道他们是死是活，能不能吃上东西。
Lucky, you may see you later. 要还款，要还款，快加班就加班，加不停就有你。Truck, truck, care.我还交代，开，拖拉机，快加带，安诺扎，可苏，靠海，爱台，包台，叫我高鹏，杨多纳，我个海，爱，台。爱军迷宿爱特拉克特拉克开不还交代特拉克特拉克特拉克开快加吧叫加班给我还交代出来你给大家讲个故事吧，老戴。何爽，你讲。让侯大姐说吧，她生活多精彩啊！从一名高材生变成了一个贪污犯。你个败家娘们儿，你就嘚瑟，找茬是不是？别说话那么难听。别吵了。我看过一个片子，说一个动物学家。在马来西亚的热带丛林里，他发现生活在那儿的大猩猩身上有很多的生活技巧。他们当中，如果有一只大猩猩学会利用细木棍儿掏树洞里的蜂蜜，他就会把这个技巧告诉所有的同伴。这样，所有的大猩猩都能吃到蜂蜜。连动物都知道相互依靠能够活下去。为什么我们人类不懂得这个道理？要是布丁在该多好，他最喜欢听故事了。都是你惯的，都是你惯的臭毛病。讲什么故事啊，臭毛病的，都是你惯的，都是你惯的臭毛病。大姐，大姐，走，有鱼，睡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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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哭，哭，你再哭，听不听见？还讲不讲故事了？睡觉，睡觉。你又想你儿子了。小高，你干嘛去？撒尿。一块儿去。啊，我也去。
想了半天，啥意思？说谁呢？人跟星星，什么乱七八糟的？从一开始就是死路，啊！大哥，那说的啥？我一句也听不懂。我相信你都能听得懂。该说的我都说了，好好想想，啊！哎呀！这还让不让人睡了？哎哎，不是，你醒醒，放个身，放个身啊！哎呀，你放个身！哎呀！Thank you.
外，还有其他人呢。方可心被土著人抓走了，兽医在森林里迷了路，刀龙被扔到了陷阱里。好，我知道了，你去吧。考王德罗的叫兵把海考。哎，别，我不习惯，男人在这儿的。男人。阿文，不在白光。哎，别，不好咕噜了。我知道你长得好看，但我真的不习惯。还好，蹦蹦。不习惯你们碰我的，你别碰了。好呀。白本，弄暖你不？你别碰我了！会啊，泰哥，这人胆子也太大了，竟敢跟你交易。泰哥，要不我替你去会会他？不必了。九秋夜，你望着石上看，谁家的女子？不如难。
哎，他们人呢？这么早出去干什么去了？完了完了完了！他们把咱们骗到这儿了，他们却跑了。死啊！我还活着。海南沙江，蓝宽来了阿沙，阿坤诺阿沙，海皮派帕纳尼拜加烧板豪，路叫哈西 ，We made love。出去啊！什么事儿？图拉给死了。还有谁回来了？只有阿努扎一个人。
让他来见我。哦。听娃，考卡害怕好混麦。本两家嘎不丢，图拉奇迪。白沙。带奥沙，图拉奇，考，快上了，压考压考。我的来哦，快花不叫茶喽，带图拉奇包饭。爱君，快动手，叫怕他医疗熬杀，快多叫本来哦带地来。破啊破牌，可爱台，也还不叫考，土拉奇，哦两多叫，考松晒，开咪松叫啊，土拉奇不是开，叫哥很来哦。带脚爬破恩海滴滴滴，米粮马哈快啊！可不见，爱君。本困太阴妈办好，娘当通，妈地摊，有你必能活生为麦啦。我听不懂你说什么，
不过我看你的眼睛很善良。哎，谢谢你们不吃我。推娃嘎空发好，你们生锁生更多。我啊，谢谢。这个干什么用的呀？啊，你带开那托提萨。吃不习怎么，是你？很意外吗？你所指的交易是什么？你不必试探我。我手里肯定有你想要的东西。关键的问题是你有没有资格跟我谈。你跟我谈资格？别拐弯抹角，有就是有，没有就是没有。我有，说说吧，怎么交易啊？让我先看看货。你是第一次干这个？什么意思？哎呀，我是买主，要看货也该我先看。你不给我看，我也不会给你看。啊，一手交钱，一手交货，然后走人，其他事情不该你操心的。你根本就没有把握想引出我这一块，对吧？你能这么想我，我也会这么想你的。最好的办法就是你和我同时拿出把握，我有，可以给你看。你的呢？你把宝物随时带在身上，装在自己裤兜里。我看交易可以结束了。你想试探我，应该想出更高明的招数来。等等，我不得不小心行事。如果你确实有，咱们应该坐下来好好谈谈。
今天就到这儿。如果你有足够的诚意，咱们明天谈。好啊，明天你到我寨子里来。嗯？怎么？不敢？如果你是这样的话，我会不惜丢掉性命，坏宝物。哎呀，我要的是宝物，又不要你的命。一言为定。嗯。哦，对了，明天到我寨子里来，我那儿有牙膏，还有牙刷。